好，他的身体健康出了什么状况？这个是台北荣总首度公布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健康检查报告，其中有八大疾病，那么包括了重度忧郁症的病况。那么据说现在就连医疗机器都没有办法检查出来，有急迫治疗的需求，建议立即转诊到转介到设置精神科的医院。